你要叫我去话，直接送火去我的办公室就好啊。那会使我走一走啊？你早就知影杜成甲阿红因做伙啊？安怎？你要找我算账？那你想要要稳我少强？因为我需要因替我甲大姨集团退落来。安尼你就会当稳我少强？你知影阿红的不忠对少强造成偌大的打击？ 伊伫公妈听又搁跪又搁哭，伊讲伊是了要阿囝，伊是舅阿囝，伊讲伊是要家己罪人，伊哪会因为着外人欺负你家己的亲生囝？你甲我囡仔掠走去饲的时阵，你着必须要有这个本事，毋甘会痛苦。搁再讲，我甲杜晨抑搁有嘲讽合作，迄个时阵我根本毋知影少强是我的囡仔，所以你无需要再来遮。 甲我讲遮，你知影了后，你对伊做啥？你敢反对付引导的人啊？予伊因为家己的身世痛苦。你知影阿宏怪伊的股份，你拢无甲阻挡，你搁掠准机会霸占大业集团董事长的位置。这是严格强化的，即马拄仔好幸运尔。虎毒不食子，你为着报复别人，甲你的囡仔拆车落棒。 你安尼哪有资格做少强的亲生妈妈？迄嘛是你造成的。你甲少强抢去饲，害我甲伊母仔囝关系永远无法度恢复。少强无要另外一个妈妈，伊我恨我，我不得已，我才会放弃这个囡仔。无，伊无放弃。要若无你甲伊拄受伤的时阵，你袂遐尼艰苦。 你袂讲你要关心何伊，其实你真要紧哩。你希望有一天，会当亲像别个母仔囝咁款过日子，何伊有效哩。也毋过你也知影，你若一天无放下过去的温婉，你甲少强就一天无法度做母仔囝。即件代志，你都要想清楚。你要我安怎做？甲集团董事长的威信之臣。 甲阿宏拐走的股份，向少强，安尼少强就会看到你的诚意，你就会当弥补对伊的伤害。我弥补伊，那安尼什么人来弥补我？我失去的亲情，我的感情，我的人生，都用来报复啊！这么多年啊！ 有啥物人会当互我重新的人生啊？啊！我行你，可是我的命会当互你回头，放下过去的温怨，做你来听。也毋过，少强是毋是要认你，都要看你付出的程度。我无法度甲你挂保证。妹，我无需要用已经得到的物件去换一个。 你袂得了解，少强无要另外一个妈妈，是伊的损失。想袂到你对家己亲生的囡仔，佫这么计较，你根本就无资格做少强的亲生妈妈。高云雀，我甲你一条命留下，是准备要对付叶甘伟一个人，无论生不如死。所以咱两个要做一个了断啊！ 阿拉，讲袂成，就要活死啊！是，我的命要予你，叫你莫伤害少强，你唔肯，安尼我只好摕你的命来保护少强。你忘是我造成的，我处理你拄仔好尔。我唔是较早迄个软脚虾，你是要安怎处理我？我是少强的妈妈，我保护伊是应该。